哎呦，就是这么快的日常实况。我从来没有想过我自己竟然会在这种地方，从来没想过自己会最近啊，也会在这种地方，就这样子在那边录影，因为我从来不敢在很黑的地方录影，我从来不敢在很黑的地方做录影，因为在很黑的地方做录影的话就会。我怕遇到什么奇怪的东西这样子，呜，所以没什么为什么，开门，走，哎呦，惊死人，哈哈，哎呦，快逃啊！啊，他是不是骗你，根本就没发生什么事？看到根本就被吓到，我也是挺强的啦，哎呦，好恐怖哦！哎呦，没人呀，没人啊，哎呦，恐怖哦！现在的道路其实在手机的灯光下面其实不怎么恐怖，在野外的话我基本上不会怕了，在室内的话就觉得啊，我逃不掉，我逃不掉啊！你尖叫嘞！干嘛啦？像揍弟弟的人，我应该第一个。快换了，好几个快换了。哎！对啊，你们这换衣服什么东西啊？上来了！我很怕，我本来就都没有拍到什么东西，只是我没看到。更何况我也不会去做剪辑这些东西，用手遮住也看不到。哦耶！对啊，因为我不会去做剪辑的东西，所以就算我在拍的时候有遇到，或是没遇到，有遇到的话我没看到的话，我基本上的话，我就是也不会发现，因为我也不会特意去做剪辑这些事情，然后就会发现到，然后就。拍完完片之后，我基本上也不会去，也不会再，你不要吵。而且我拍完片之后，我基本上也不会再去多看一次，就不会知道我没有拍东西。啊，但是现在别人眼里我应该是个怪人。拿东西的，先拿东西的，好恐怖哦！幸好有地陪我。乖乖，乖乖乖乖。我是手机怪人，我把手机放在口罩里面，放在手套，不是，因为他有讲错，关在口罩里面，然后有两只手。嘿，同学，我来过来吧，我来过你来，好吗？哒哒哒哒，不要乱唱歌好吗？现在影响别人。这在大马路上。我站在大马路上。别过来呀！他们在打篮球哎。就说有人在打篮球，篮球很秀。哦，我终于来了。来，来，来，好嘞。
小心你们倒拿石块。你出去。谢谢。好。啊。谢谢。辛苦了。你出去。不要拜托你一件事，过来吃啊！好，徐瑞，人家借过，借人家过。大家好。不要闹！别别别别！徐瑞，幸好你没有按掉那么近啊。现在就拍我了吗？有啊。好。好，现在去偷吃一口。哦。来了，回家。哎，回去做。这样录到屋顶吗？什么？它录到屋顶吗？录不到。是吗？要录到你后面。你的小狗是妈妈。对呀。那这样，拜拜，好像拜拜，叔叔拜拜。嗯。说拜拜。我不要。